平川说论镜，天天聊魔兽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川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古树杯的八强比赛，由 Happy 大战令神啊，这两个人的比赛观赏性都非常的不错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是双方的第一场较量，地图选择的是 CH 隐秘之丘，出生在地图右上角是蓝色的兽族 ，IDing LYN 令啊，令神目前的世界第一兽族。令神的话操作不错啊，关键的话战术也比较的多变，我们看一下这一局他的一个战术思路。好，他的对手的话出生在地图的左下角，红色的亡灵 ID Happy。 最近 Happy 啊新版本的话被兽族还有被这个人族是吧挑战了一下，但后面 Happy 改变了一下战术，哈，又是统治地位啊。好，看一下这一场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， Happy 选择的是 DK 死亡骑士，开局的话还是狗流开，这个版本的话不死族的狗啊削弱了不少。那我们看一下这边令神选择的是先知，这边放下了战争模仿，大概率又是先知配猎头，看看接下来啊猎头能否对于 Happy 形成很致命的威胁。开局的话看看双方是选择练级呢还是选择骚扰， Happy 这一边的话纪律性依然非常的强啊，开局呢还是要做好侦查的。好，小四神一看懂了，对手的话暂时没有放兵营，但是呢放了战争模仿是吧，大概率是猎头啊，当然也有可能是升二本跳飞龙。好，回头我再看一看是吧，看看到底是啥战术。如果是猎头，那三发一个黑暗游侠或者二发都行，但如果是飞龙，那炼金术士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。好，开局的话 Happy 继续练，那令神呢要不要过来抓还是自己练？好，还是去抓一下啊，这个点的话应该是抓不了了。DK 开局打了一个优越直接， Happy 还是不错的啊，开局打了一个优越直接， TP 直接卖掉先知闪闪蓝石，那接下来两个人就是比拼小操作了。这里来假动作，好，想抢先知并没有抢到，那这边想杀小狗，欧皇的话我 DK 有 C， 好，继续 A 一下，一发 C 抬回来。那接下来的话 DK 估计还是要练，对于 Happy 来说他的目标呢就是练到三级，当然啊最关键能把这个先知给赶跑是最好了。家里又拉了四条小狗过来增援一下，哦，五条，一共多少条小狗啊，六条小狗，那可以放心大胆的练不？好，再招两个小骷髅，可以，部队可以了，直接练一下门口的一个433，又拉一条小狗过来，哇，欧皇的话几乎小狗全部拉了出来。来令神看这一波能不能抢到怪，来一架，哎呀 Happy 故意等你打这一下啊，我全部停止 S 一下。好，这一波的话又想抢啊，还是没有抢到，令神已经很拼很拼了，可惜还没有抢到。先知目前还是零经验，那 DK 这一边呢练得舒服啊，2.2 级了。家里的话看看科技情况，二本已经开始升了，不过呢令神的科技稍微的领先一丢丢。 Happy 2.2 级，那继续把先知给赶一赶，然后找到一个点呢继续练。这边令神还是放下了双兵营出猎头的一个打法啊，并不是出飞龙。那 Happy 呢还是要去对手家里看一看的是吧，到底是出飞龙呢还是出猎头。好，袭击黑胖子被勾出来了， Happy 一路跟随先知，来去你家里做个客啊，你不会不欢迎吧。两个小骷髅一招，狼的话继续跟过来。好，猎头看见了，懂了啊，那就是猎头的一个战术。猎头战术，看看 Happy 会选择狗流来打还是出毁灭。狗子的话 1.36.2 版本啊做了一定的削弱，哦呦，这边抢了一个加5的攻击之肘啊，不错。好， Happy 的话又开始往前冲了，目前猎头没有三本大猎头还是比较的脆。这一波先知打了将近5分钟还是零经验，好，刚说完收了一个骷髅的经验值，哈，不容易。这一波的话野怪网了一下猎头，不过 DK 没有到3，也不太敢硬上。来双兵营爆猎头，这个部队数量还是多，那二本身好只跳三本，二英雄的话还是选择小歪，后面看看三英雄要不要转个牛头。 Happy 这一边的话二英雄暂时没有选，要不直接二发一个黑暗游侠吧。来来来，二本马上升好，我们看一下他是二发黑暗游侠呢还是直接巫妖。残血的小狗拉回家，这里走过路过先把一个点给练一下。小歪过来，哎呦，小歪刚出来的时候有点强势， DK 的话还是要怂一怂的。来这里想追杀一个小狗，但是 DK 有 C， 一发 C 不离不弃啊，来兄弟大哥等你是吧，你没状态我 C 你一下
然后呢给你提供一个光环。好， DK 又在掩护自己的兄弟撤退，那小歪追了半天并没有追杀成功。另外一边的话，先知终于到二级了，有四个猎头的帮忙，其实练级效率稍微高一点。哎，这里要把这个红龙给练出来勾出来吗？好，没有。 Happy 二英雄还是选择巫妖，那三发一个猎头吧。这边 DK 终于要练三级了，来来来，去分矿搞他一波。分矿开练完之后，有条件呢可以开一个分矿。灵神开始过来练温泉了，练温泉有一个小细节，就是自己跑到温泉里面啊，把这个七级红龙把它骗出去，是吧？他没有温泉的加成效果，我有，可以，这叫鸠占鹊巢啊！哎呦，这一波仇恨值被先知勾引过来，那红龙说我也要泡温泉。猎头现在有六个了，三本即将升好，那三本一升跑，这边三本大猎头很强，打了一个吸血光环，尴尬了，这所有兵好像就狼能承受一下这个吸血，其他都没用。来。Happy 这一边的话，三级 DK 身上还有一个闪避护符，好，巫妖公爪给了巫妖，那后面的话开始转蜘蛛了。哎，欧皇的话没有抱狗哦，后面的话出盒子，灵神三本升好之后转了一个牛头人图腾，先出个白牛吧，哇，直接转黑牛，灵神战术体系又做了变化，那以前的战术啊就是三本猎头打到底，那现在他开始转黑牛了，可以。黑牛配合大猎头，猎头呢能对空，黑牛的话对地非常猛啊，关键还是一个肉，很肉。来了，先知一路练，马上到三级，这一局的话，后面双方的话估计要大打出手。Happy 的话，三英雄来，黑暗游侠出来，马上要打架了。双方人口一个44，一个是42。来，这边欧环想练一下这个七级黑胖子，好，先知过来捣乱。哎，先知差一丢丢经验值啊，差4点经验值。双方要在这里混战吗？好，灵神三本大猎头升好了，家里的话再出黑牛，再出牛头人，来七级黑胖子，哇，加12的公爪，巫妖表示贼爽，这装备舒服了。先知的位置有点差 ，NC 小狗一直在挠，那先知哎要叫铁皮吗？哎呦，一发动要就倒，哇，直接倒下。这一波的话 ，Happy 打得很凶啊，听说你想包围我。上来先知直接被干掉，那被干掉之后，这边乌龟，哎，黑牛刚刚来到战场，可惜大哥倒下，这一波难受了啊，想走不太好走，想进攻大哥又不在，这边的话来消耗一下小狗子，好，先知是直接买活了，小歪到三级来，二级治疗奶一口，牛头也来到战场，这一波令神并没有后撤，来反打，追杀一个闪电链，直接追杀到一个蜘蛛。哦呦，但是先知的状态还是脆呀，好，还是先撤。这一波的话，牛头，一看这大哥二哥好像自身难保，那我自个去练级，闭关修炼，是吧？将来的场子还是我来撑啊。来，拼完这一波，我们看看 Happy 38人口，凌晨45人口，转黑牛了。这黑牛大战狂狗，大战蜘蛛，确实有点强。那 Happy 的话，看看要不要什么转型。好 ，DK 有三级二级 C， 一个猎头直接倒下。这一波的话要硬冲吗？好，欧皇的话没有三发黑暗游侠，他一看你这边有黑牛，那我转一个小强。啊，最近的话小强首发小强打这个人族用的很舒服，那现在打兽族来三发小强，哇，小强的出场概率是越来越高。好，双方中间想抢一抢不？牛头现在没有到二级，二级的话有踩地板可以稍微抢一抢，现在没有什么空啊。巫妖伊凡诺瓦带走，巫妖现在12+5=17，这个输出确实有点高啊，再加上一个腐球。好，拼完这一波，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猎神要不要练个温泉，我还有好多点没有练掉。双方一个练左边，一个练右边，温泉练完了，我感觉现在右边的话点位稍微多一点，就看牛头了啊，牛头看能不能整到三，现在是二级牛头，两位大哥很自觉，牛头啊，你单独吃经验值啊，好好让你发育一下。Happy 也抢对方的一个点位，这边打了一个指环加五，再加上一个闪避护符，哇，这个三发的一个小强相当的肉。牛头练完这个点，2.5级、2.6，还差一丢丢，这个小点再一练，双方要正面相遇了不？哎呦，欧皇的话就控个什么道具？哎呀，有野怪在。稍微的有点慌，好，把野怪勾出来练，练完之后呢，自己空个无敌，后面团战无敌还是比较重要的。
来令神率先发难，好，听说你想抢我的点位，49-50人口，双方人口差不多，这一波两个人又要硬撸操作了，三英雄都到了二级啊，都很肉，这一波令神能正面硬拼不？哇，欧魂是准备飘毁灭了呀，这四个盒子严阵以待，毁灭到时候一飘，你看你这边黑牛有没有办法。那看一下令神，令神后面的话要破人口了，还是把猎头数量多出一点，毕竟后面毁灭数量会非常的多。 DK 四级了啊，巫妖的话三级，巫妖身上的工爪有点多，只要巫妖有输出环境，你们这些猎头都是纸。牛头2.6级了，好，温泉一炼牛头能到三级之后，双方就可以大打出手了。那看一下 Happy 小强什么时候能到三？哎，左边的点位好像已经练得七七八八了，那只能过来抢对手的一个点位。临时要赶紧练，唯有这个红龙有点聪明啊，打着打着他就跑回家了，赶紧练。哎，这一波猎头暴露了令神的一个位置， Happy 直接抓了过来， Happy 没有 TP， 令神他同样也没有 TP， 来红龙赶紧哇，练完啊，差一点没抢啊，又整了一个吸血光环，哇，小强这一个戳几乎全中，虽然你泡着温泉打，但是你一叠二不太好打，毁灭一飘，哇，这一波欧魂非常的凶，令神直接逼东了，双方都没有 TP。 哎，这一波令神的阵型太差了啊，直接被抓了一下，牛头踩一脚，黑牛继续过来，但是现在猎头数量太少，没有猎头处理不了这个毁灭。好，虽然说你地面很强，但是你没什么对空能力，来，能不能反杀一个英雄？黑牛还是比较笨重啊，操作起来比较费劲，虽然你输出高，但是呢你手太短啊，对不了空。牛头想抓狗子， Happy 的狗子很灵活啊，一直走，好，这一脚踩得不错，闪电链一交，来，能不能把小狗子给清理完？还有四条小狗，小歪的话治疗波拿一口，56大战39，双方人口差距巨大，黑牛又倒下，完了完了啊，令神只有一头黑牛了，三英雄赶紧撤，这天上乌鸦乌鸦的都是这边的毁灭，处理不了。喂，这一波团战只能说 Happy 这个切入的契机非常的不错啊，令神直接被逼东，完全没有机会还手。好，又有一个小狗一个猎头倒下，那 Happy 直接追到令神家里去了，令神这一局的战术好像不是特别的成功啊，抓黑牛，这导致对手毁灭，这黑牛处理不了，令神怎么办？牛头被围殴了，好，跑回家，这边地洞来协防一下，但只要被 Happy 逼到家里去，那令神再想缓气已经很难了，牛头现在没有状态，哦呦，往里钻不？小歪位置有点差，好，治疗哪一口，那这一波就是慢性死亡啊，你这边不赢永远成不了型，出来一个被欧魂干掉一个，哦呦，闲置位置非常的差，闲置要被秒了，小歪及时奶了一口，打完之后，哎，猎头又一个一个倒下，这一局的话毁灭不太好处理，小强硬控，哇，闲置应声而到，令神打出GG，我们恭喜 Happy 啊，第一局直接拿下。